庄院士，那为什么咱这个鹿港的地藏庙呢？那有两尊的地藏菩萨？咱大殿家吼来殿两尊地藏菩萨，头前这尊就是咱的迄个开基的，开基的咱地藏菩萨有几年啊？你知无？361年啊，西元1663年。迄当阵咱的地藏庙是一间土阁厝尔。土阁厝尔吼。三品庙。嘿、对，就是有一尊地藏菩萨。啊，咱的三百几年前的，咱台湾拢无雕刻师傅。咱的地藏菩萨开基的，就是泥塑，大家看不出来讲哈。这尊是泥塑啊，它大尊吼，因为咱台湾是地震带，古早泥塑迄个记迄、那个吼粘着力吼，佫无汉像咱即马现代盖好了，吼啊，所以地震啊摇解了吼，菩萨就龟裂，有龟裂啊，皮肤有龟裂，是讲面有龟裂，啊，你若无佮请出来吼修补吼，啊，就大不敬。所以咱为什么后来300年后吼，再佫刻一尊木质雕刻的迄个地藏王菩萨，同款三尺三的，因为咱菩萨喏泥塑，你会愈薄愈大尊，啊，唔知汉愈薄。愈报愈福气，对。啊，多庄师嘛有讲吼，其实吼，唔是讲你还小人呐，是卡着因，开当来拜咱地藏菩萨。其实求财买当来拜咱地藏菩萨。庄师为什么求财当来拜咱迄个地藏菩萨？因为咱那是讲吼，你生意不好啊，啊，你就是什么原因？就是因为有冤亲债主，啊是讲有小人，啊是讲有迄个外因，啊厝内倒房的。多房的内因吼，你若无甲处理吼，多房的内因买当来只处理。对啊，菩萨就是只要是亡魂，拢总是会当度化，会当甲超度的。啊，你亡魂吼，为什么菩萨有一句名言？我不入地狱，地狱不空吼，誓不成佛，就是安尼。啊，伊的地狱若是讲地狱会空，未空啊，永远就是有遐尼侪亡魂啊，吼，所以拢爱甲度化，爱甲超度。虽然地藏菩萨真无用，伊管的业务够侪，就是啊，伊就是工作上未顺，对，生意无好，同款会当。将来找咱地藏菩萨，因为你的内因就是伫困苦，吼，所以多帮吼，祖先就是伫困苦，所以会甲你阻碍，阻碍，和你讲吼，你工作袂顺，你就爱来问神明，问神明哦，啊求嘞，讲我拜嘞，就知影讲哦，原来就是讲有多帮，但是说祖先伫困苦，啊，你甲超度出苦了吼，你就来菩萨求，求讲吼，你伫做啥物工作，还是做啥物投资，还是讲开公司，还是讲。甚至于张马杰讲，伊伫做厨师，伊嘛要来求财。做多子，伊嘛要找地藏菩萨，爱求啥？求财啊！求财。我讲啊，你做人诶，你用请诶厨师，啊，是安怎要来求财？伊讲啊，我若有财力吼，自然阮头家生意就好吼。啊，头家生意好，我薪水就当加薪。所以员工吼，买单来遮求地藏菩萨，因为吼，你帮恁头家食头路，虽然是食头路，但是恁头家啊生意好，你嘛是间接诶迄个当加薪。加薪啊！啊、所以这头家吼，请到这个员工是真好。伊知影头家生意不好，伊过来甲求，伊来求地藏菩萨，替头家求，吼，系啊。转世，我听讲咱的祖先娘娘是良心的，我刚看过妈祖吼是良心的。原来咱地藏庙伊的祖先娘娘，伊嘛是良心的。对。咱若要看妈祖软身的真多，祝神娘娘软身的确实有影真少，伊是用藤条吼落去编织的，所以她可以穿衣服、穿鞋子啊。软身的嘛300几年啊。啊，咱即阵祝神娘娘，啊，咱祝神娘娘毋是粉面的吗？对啊，伊咱是迄个香烟面的。咱古早吼，咱遮拢每一个路拢有大路，以前咱300几年啊。弄一个大路，包括好爷遐毛道，中嘛一个大路。啊，咱的祝神娘娘就是吼，每年的伊的生日，伊的千秋日是3月20号，农历3月20号嘛。啊，伊咱就伫3月15号就敲钟擂鼓，为伊的神房，甲祝神娘娘请的中，予大家方便拜。啊，所以头前遐一个大路。啊，古早咱这中华这吼囡仔一个生拢生7、8、9个，真好生，真好生。啊，所以吼拢爱来予。迄啰祝神娘娘吼，啊来解救，有诶吼，讲听讲有一个讲生甲第8、第9个，才生一个后生，啊嘛是有即款人来救诶，啊古早就是有迄个香炉，安尼香甲变一个香烟嘛，吼，咱祝神娘娘香甲变一个香烟嘛。我拄啊听庄安叔讲吼，迄生甲第9个迄个，袂啊，原来你也摕白花来拜咱祝神娘娘，保证你生查甫诶。对，来换花，对，嘿，咱就是甲祝神娘娘禀讲吼，啊，我拄拢生查某的吼，我一个吼爱传宗接代，有一个男丁来传宗接代吼，啊，求祝神娘娘，啊，所以连线三圣杯，有三圣杯，啊，咱就来，咱才有白花吼，咱就啊吼，摕一个白花，互你早转去厝的吼，啊，插伫你的房间，你的化妆台啊，还是讲你的床头柜。都可以，吼，啊，你擦了，擦个卸掉就直接丢掉就好了。啊，你对怀男丁、男宝宝，嘿，你只要摕白花来拜咱祝神娘娘，
保证你一定生查甫的。对，嘿，所以吼，阮做生娘娘足灵感的吼，阮常常吼都伫食麻油鸡酒，啊不就三条。常常食麻油鸡酒，所以常常拢生查甫的。对，想要生查甫的，你去别位看医生看无效，安尼就是阴果。阴果这物件就惊，咱找咱做生娘娘靠解。普通若是讲哦，无男丁的吼，厝的一定有多房的，多房的一定要处理。多房的男丁，啊，伊就是甲你做爱，互你无法度吼，迄啰怀孕，无法度怀孕，你就来问心灵。多房你甲处理了，甩过来吼，伊若讲吼，要伫砍的，要伫公仔砍的吼，你就甲讲好，我这个囡仔，你若只要你给我一个吼男丁，啊，我这个囡仔代代世世拢甲你拜，安尼，吼，啊，足紧就有男丁啊。所以免烦恼，因为爱找着心灵。找到谬误来处理，保证万事都 OK。对，专属你多讲这刀棒吼，我多连阮这个小编伊嘛唔知道什么叫做刀棒。刀棒就是讲吼，咱厝的吼有迄男丁啊，无结婚的你无后事嘛，无人甲你拜嘛，所以就叫刀房。像讲咱那是墓碑，是不是讲洋房或几大房吼，一大房、二大房、三房安尼嘛。啊，所以这刀房就是讲你就是无你的后事，或者是当大部就是安代代的，无入去公妈看啦，吼，所以叫刀房的。啊，这刀房的伫甲你插，伊想要来入公妈看，所以就互你我多，我做啥拢未顺呐，我多。你想要生后生，我就偏偏可以生查囡仔，可以一直生一直生。啊，多庄老师你嘛讲吼，有一个故事嘛。哦、金钱豹在命理改运上有其代表的含义，八个面的金钱豹纹设立呢，象征八方来财，能抓住八方的财运，可以发财，还能帮各位挡住小人，避免损失。金钱豹纹设立呢，喜欢水，水为财，它可以源源不断吐出金银财宝，就像金银财宝源源冒出的意思。想要在生活中获得横财的人，就可以带一条金钱豹纹的。设立手链及一件金钱豹纹的鹰阿公项链，在平日麻将游戏极具招财的功效哦。有在玩数字游戏的你更加不能不买。另外有投资股票获利的行为，也可以在电脑旁边放上金钱豹纹设立，有助招财。想要财源滚滚，横财偏财正财一起来的你，请你加我的 LINE 2A570903，两个小 A570903，让我帮你把好运财运通通带回家。超念吼，有一对夫妻吼，因以前就是拢伫澳洲遐伫读册吼，啊，拢读册六年啦，结婚六年了都没有怀孕呐。啊，伊就是去问神明吼，神明甲讲吼，恁厝有一个多房的吼，你家己公妈看吼，伊就赐你一个后生吼，啊，你甲阿伯就代代甲拜安尼，伊就甲厝的公妈看拜拜，讲较想要一个多房的吼，啊，伊嘛去迄落户政事务所查出来有这个名，伊就甲求讲好，你只要让我有怀孕吼，会当怀孕吼，会当有一个后生，我这个囡仔阿伯。拢甲你认做客拜，啊，代代甲你拜安尼。虽然朱仙娘是比电脑都较准哦，朱仙娘还讲你唔相信，你去户政事务所一查，果然是有啦。身边甲你讲的吼，你去户政事务所绝对有多房的吼，啊，你家迄落甲拜，有诶讲要电来公妈看拜，有诶唔免，你就连续甲超度三年，安尼就可以啊。所以人会骗人，神绝对袂骗你。大哥，啊，咱穿这物件是要做个啥物？这个是用咱运道脉吼，都有犯这个五鬼吼，天高地厚啊，就是讲要来解决这运道，啊，就是要来真正要来甲化解下呢。这你看扎剑这样，啊，这个是哦，这银啊吼，带这36关煞，36关煞，这将军刀剑，将军刀剑，哦，我这将军刀剑我捌听过，所以犯将军刀剑嘛，当然来这化解。哎哎哎，犯啦。生落来吼，哦，生落带这名，带这吼，将军多钱吼，是，啊是拢去算命先讲的啦，吼，啊无是个囡仔生落来拢嘛是平平凡凡啦，是，哦，因为这讲这将军多钱吼，有伤父母啦，吼，啊有讲伤家己啦，啊所以就爱在这站这吃到这种个将军多钱安尼。因为我定看吼，有个囡仔3、5岁安尼，又讲去算命讲，什么犯什么将军多钱。爱化解，啊无伤到爸母，啊，啊囡仔歹药吃，啊，咱若生落来，囡仔生落来吼，你就各位啊满月过吼，你就扎囡仔的衫，啊来遮甲化解者吼，将军多吃，安尼就好啊，吼，咱就甲你拨三杯，菩萨甲你做主，安尼就好哩啊。哦，主持大哥，你要扎这个刀要创啊？这是这讲咱人有带这桃花吼，带桃花啊，啊有花来贴沾桃花。啊，几岁人会当来沾桃花？好，沾桃花是唔是几岁？沾桃花是讲你去种命，啊有人讲啊，你都要带这桃花下尾吼，啊带桃花就是讲那查某的安尼卡的安乌白找查甫，啊查甫的吼，啊卡的乌红的乌白找查某安尼，啊就带桃花安尼。我多。
听这中央署讲吼，咱斩桃花唔通吼，多毕业二十几岁就来斩桃花。阿公听讲，多中央署讲，啊斩落去，好的桃花嘛斩，歹的桃花嘛斩，全部桃花拢无去啊。讲这个几个唔看无斩的唔上啊，因为咱人啊带这个桃花吼，啊较有这个乌白来吼，斩桃花就用我个找这个歹，加这个桃花该该修正啥。所以咱会当将迄个歹啊斩掉，一刀两断，一刀两断，好还留起来。是安尼吗？哎呀，以前咱咧占地中大师拢叫菩萨啦，叫大家众神啊，咧讲要来占这派头占干啥安尼？算叫这个菩萨来做这做。像这是虎爷，啊，请虎爷来监督嘛。这下单，系我知。下单就是专门这下单将军，这算。所以啊，要这算，啊，请咱那个虎爷将军咧出来处理。啊，好啊，像我以前咩处理？咱有带这个歹物件，好呀，给咱做事情，咱来甲斩，最干实的好呀，给咱压走呀，你。算啊，拄只歹物啊呢，好呀，将伊来撮走，互你好像人生呢开始幸福美满。老哥，啊，这头个咩斩？这个斩红看嘛的。那嘛是爱佛像，咱菩萨做主吼。佛像菩萨做主。啊嘛，都爱家切一个宝剑嘛吼，这个宝剑。这个宝剑。啊，佛像上界最圆形，左手为我斩头，本为我斩头，斩头为三，最三都上斩头，斩去啊，什么人啊？这命带这个头也要向天十转，一种龙就斩切，按就 OK 啊。哦。主持大哥，你一刀落真的一刀两断，从这歹头啊斩掉伊啊！一副蒜雄，我要发财。99%的人都不知道，龙宫设立可以招财，有财无库难大富，万事白忙碌，有钱存不住。想要一副蒜雄，就要买云南宫跟信隆宫，婚姻事业龙贤宫，让宇宙四面八方的财都吸到你的财库。三星四星天天中，云南宫圣王宫是财后，你能行善天下，就能有求必应。想要购买的朋友，麻烦您加我的 LINE， 两个小 A 570903，两个小 A 570903，让我帮你把好运财运通通带回家。龙宫设立是改变人生的钥匙，你拥有了吗？龙宫设立磁场强大，如果你带了会头晕、恶心、酸痛、噩梦，都是开始改变你磁场的现象。龙宫设立很神奇，能随着每个人的气场不同而调整，如量身定做般为你打造专属的磁场，专属于你的防护。这就是龙宫设立迷人之处。初期佩戴一些服饰的症状不要怕，你只是一时不太能适应太强的磁场，不舒服呢就拿下来休息一下，反复几次呢慢慢就能适应了。如果体质敏感，一开始感受能量太强睡不着，请再多给一点时间。通常佩戴后呢睡不着的人很少，睡到流口水的反而比较多。全家大小驱邪避凶护身，居家外出常备，提升小孩专注力，让小孩聪明乖巧有人缘，改善风水磁场接福气，也是一个送给家人最好的礼物。想要购买的朋友，麻烦您加我的 LINE， 两个小 A 570903，两个小 A 570903，让你把好运财运通通带回家。